巨震二卦，以二至四未巽，二反上未震，故包有构及无妄二卦之意。且震巽合则未易与横，而构与无妄之反，则未小处大壮。是遁卦与此数卦皆有关联也。在周易卦序，遁前未横，遁后未大壮，则以横大壮与遁更为近利也。以反复卦未大壮，是未来也。前生卦未横，是过去也。遁则现在之象。凡卦皆有此三事，不独遁也。遁则有者，以其卦爻远互见耳。故遁之体本于横，横则宜自守。遁之用推位大壮，大壮则宜自强。虽行止不同，而有位异也。为止则反其本，其余悠久不二。未行则达其德，至于行见无疆。思皆干固有之德也。干兼四德，元亨主于外达，真力主于内持。如一岁之时，春夏则生长之功，秋冬则收藏之用。功用虽异，未干者不疏，生杀虽分，未天者不二，寒暑虽别，未时者不差。此遁之象辞，包有亨利贞之战，为其能得干之一体，推干之四德也。战易得遁，要当细议此意，勿图以退隐为遁之至也。且观全卦爻辞，行止皆具，体用兼海，亦足见夫遁之待用也。余又曰遁以肥遁未至，故人道以前退自保未先。而在大过卦象辞，则有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是无闷之语，与遁卦之用相似，则大过阳被阴包，不克自身。正如遁之刚被柔破，不能自留一意。大过以本末为阴，四阳居守于内，遁则以初二皆柔，四刚见病于外。虽其上不同，其初皆柔。初者卦之根本，根本失故，末与未守，则唯有见己自退，离世独立，不与时争，不与众舞。此即二卦人道之旨，皆以独立遁世未先也。而遁有以初二同济，本根与内政位均为因所具。正如一国之政权，操诸与人患者之手，积成朋党之势，互为倾轧之谋，则君子虽欲强留，亦不可得。是在遁之象，较大过未尤甚也。故卦名为遁，比大过象辞以遁世称者，其缓急广狭，自不同矣。读者应互参之。又曰巽卦在袭名走彖卦，以自行近似，亦含碌碌之意，为人事纷纭劳碌，即呆休止，
故挂取更止之用。而走窜，自上亦游跃之变形。下人始字，盖本于始突之象，有奔走至极，不遑他步之情。周亦作顿，亦不外此意。以臀为小猪，行走迅速往来奔突，其性然也。正如江乱之势，多事之秋，内外交争，上下相害，则奔逃急急，情势迫切，有如豚使奔突，故自行取向也。故遁者退而不进，更者止而不行，而又反取豚使奔突之意，则似与卦用不符。不知卦虽以艮止未用，而上卦干见之快于行。遁虽遁退未本，而外有大壮之户与呼应，是其止而有行，退而有进。正如人之必乱，不得独求其安闲，时之将为，由必先善其趋避，则其止也。人不离于行，其退也。人有虚于进，不过行者不备其止，进者终成其退，亦如由朝而事也。由都城而知山林，虽觉见远于凡嚣，终人难免夫跋涉。此所以有始突屯奔之象，而爻辞更有直居为系之情，以见君子虽欲止而未能及止，虽求退而弗克俱退，此事是所迫，非屡进屡退之为，而终始周回，则不免且行且止之象，是义之顿，有意与否与包者也。干刚在上，而能复顺乎艮，四阳连居，而克邪邪于两阴。此六爻三极，故备具进退行藏之用者矣。为君子至退，则以遁称耳。